中午时段，渔船进港，今天风浪有点大。潮水蛮高的，还没进港。晒啦！快点晒，放心，他没有进港。你多个挂灯。现在小二中还可以啦。哎，大火锅，哎多。我喜欢帮你洗的，我喜欢多那些钱。哎，哎，啊，这个不知道，我没吃过。那么酱油啊，咖啡。继续啊，老板啊。你喜欢那个咖啡，这个没钱。我是跟你做熟的，我是跟你做的。我那么多年，我那么多年，我那么多年。
小心。撑不到，拿着吧。Thank you.
都是无人会看到我，我再给他转过来。有人会准备啊？我这边行过，我看到。来，不打天下三百块，要吗？阿白一只虾三百块，大只的一百给你，要吗？他现在要吧，要四百两吧，一斤四百块。套起来吧，海边卡吧，对啊，都爱看看。有什么
频道。我是谁？哎，没有，就乱拍的。乱拍的。那个是不好看的，可以给你认真。老板，那怎么卖？啊，那个一公斤200，那个是回复一，很肥的回复一啊。是青鱼吗？对，就是青鱼，一个国语的台语啊。看你有没有收到我们免费券。哦。帮我处理。来来来来来，本身都比较长尾一点啦。好，帮我处理。那你要买什么？切片就好了。我们这还有剩下切。你们也要剩一片？就剩一片。要剩一片，那你片肉。老师，帮你杀肚子，自己弄。好 ，OK。老师。一大龙虾，一大八宝。看公文都可以啊，新鲜的可以卖。珍珠蛋、红鳍要吗？海虾、红回头都可以卖，野生的红桃都有，大哥们看哦。甜虾要吗？可以上次的甜虾哦。他说现在虎虾都有可以卖。把他们都免钱啊，不会拉进来。拍照也不用钱哈、哦。这是斑马。野生的玳瑁石斑，玳瑁石斑。看那看。不是啊，因为你现在沿路看到的石斑哦，很多都是卖养殖的那龙虎斑跟青斑的。哎呀，你爱吗？应该这样子说，因为你们不懂得它，要大条一条也要买些两三百块、三四百块都有。这个其实野生的，你说它单价高的，它称起来价格也就要一条到400多块、300多块都有可能。嗯。他、那个客人很喜欢吃那个当下那个，你知道吗？一公斤多少钱就吓到了。其实它都根本没那么重啊。吃起来不一样啊。对啊，那吃起来这种野生的又不是养殖的。好嘞。这倒背一点，下单倒背他不吃。哎呀，这下。好，不会。这不是野生石斑。
到一半，突然下大雨。天气下降，下降了没？下降最贵的，最贵的。来看嘛，一公斤250。阿哥啊，张宇啊。超大的，今天满潮，感觉雨伞慢慢进港。